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光明觉品》，文殊菩萨设计的第75根基，世即出世间，一切皆超越，而能善知法，当成大光耀啊！我们看这首啊，世是世间法，出世是出世间法，见是见解，也就是说，你有啊世间跟出世间的这个见解，我们在这一句里面细心去观察，这是一个对立，世间跟出世间对立。世间跟出世间是二法了，慧能大师说的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了，所以从这些地方这个经里面呢，像这一类的句子太多太多了，可以说是时时刻刻在不断地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觉悟啊。要把所有一切对立化解，那才是诸法实相啊！只要有对立存在，这个不是诸法实相啊！那是什么呢？是诸法的妄想，虚妄想里头有对立，真实法里头没对立。学佛没有别的，要学真实法。那么这个看法，实在讲就是见思烦恼里面见烦恼的一种，叫做边见，边是两边的，事法是一边，出事法是一边，不是边见吗？第二句就好了，一切皆超越，超越两边，也就是说不执着两边，不分别两边，与两边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正确了，这样叫做善知法，当成大光耀啊！光耀是比喻智慧啊，这才是真正成就了大智慧。大觉悟啊，我们看清凉大师注解，次即佛上出世啊，这个词就第七首，
为真出世者超越如初，不爱照智，故成光耀。啊，这叫真正出世者。啊，真正出世，你要懂得，并没有世间跟出世间的。啊，世间出世间界限在哪里啊？你找不到啊！啊，所以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说：“迷了就叫世间，觉了就叫出世间。觉跟迷是一，不是二；觉迷不二。”这些话对于初学的人来说很难理解。那觉跟迷明明不一样嘛，怎么会不二呢？啊，实在上说，这个觉迷啊，一个是动，一个是不动。怎么是动跟不动不二呢？佛在经上常常用水做比喻，用水比喻我们的心。不动的时候，这水是平的，啊，我们叫水；动的时候，我们叫它做波。啊，这个水动了，有波浪了。有波，波是不是水呢？波就是水，水就是波嘛，不二嘛。哎，但是虽然是水没错，它在静的状态之下跟动的状态之下，它起的作用不一样。静的时候它照，像一面镜子它能照；动的时候它就不能照了，啊，照就失掉了。所以心是这样，静的时候生智慧，智慧是照啊；动的时候呢，就生烦恼。所以烦恼跟智慧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啊，智慧是水在平静的状态之下，烦恼呢是水在起波浪的状态之下。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佛经上所谓的烦恼即菩提，你就懂得了。啊，烦恼跟菩提体性是一样，作用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从体上讲的时候是一。这是真正把事实真相呢看出来了。啊，世间跟出世间一佛如是啊。啊，心静的时候就叫出世间，心动的时候就叫世间。啊，只要我们把这个根找到，啊，从根本上就观察，你就知道了。心性在没有动摇的时候，正知正见，佛知佛见，啊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如是嘛，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本来就没有动嘛。世尊在楞严会上为阿难尊者说明这个事实真相，其实阿难
何尝不知道呢？阿难问佛说，啊，说给我们听的呀。阿难代表我们问呐，他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也问不出来呀。啊，他是明知故问啊，带我们请法。这佛一说了，我们在旁边一听呢，恍然大悟啊，懂得了啊。所以我们的见性啊，就是能见的见性，本来不动啊。佛的见性不动，我的见性也不动，你的见性也不动，他的见性也不动，不动的见性大家平等。不但平等呢，而且是一个心。啊，这一平等还勉强可以动，一个心就不动了。我们再去比喻啊，我们摄影棚就是摄影机，你看那个镜头能见呐？啊，这个摄影棚里头有三台摄影机，有四台摄影机啊，一台摄影机就好比一个人的眼睛，这有四个人的眼睛。啊，这四个摄影机镜头打开都能见。那真正能见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把电源关掉了，它都不能见，它都变成瞎子了。哎，电源一打开啊，都能见。这个东西能见是电呐、啊，摄影机的镜头好像是眼呐、啊。那个电是他的性呢，那电源是一，不是二啊？啊，都插在一个插座里头啊！你从这个比喻上想，我好比是一个摄影机的镜头，你也是另外一家。他是那一家啊，我们四个人就好比四个机器啊，现在都起作用，电源是一个啊，电源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法性自信，自信是一个 啊，所以佛说呢，这个性在眼它能见，在耳它能听，在鼻它能嗅，在舌它能尝。这四个不同的器官，你看同一个自性，在不同的器官呢，起不同的作用。这是我们迷了。如果真正觉悟了的是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哎，妙了！每一个根性呢，它起同时起其他根性作用啊。比如说眼能见，眼也能听，眼也能嗅，也能尝，六根互用啊，耳能听，耳也能看。六根互用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心。我们现在做不到六根互用的时候，是我们自己有业障啊！啊，什么叫业障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是业障啊！我执着耳只能听，眼只能见啊，耳不能见，眼不能听，你有这个执着，有这个情执。
于是他就发生障碍。一切妄想分别多无，他就通了。我们现在从科学实验里面知道了，一滴水，你仔细去观察，它也没有眼睛，它也没有耳朵，它也没有鼻，它也没有舌，但是它有见闻觉知。六根互用啊，这一桩事情呢，从一滴水里面我们看到了，一滴水如是啊，一微尘也如是啊。在世出世间的一切事物上都显示出来，所以觉悟的人力了分别，力了执着，力了妄想，宗门大德常常用这个来考验学人。利一切分别执着到一句来，你说一句给我听听啊，利一切分别执着，你说一句给我听听。说不出来啊，那叫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能说得出来的，你没有离开分别之处。分别执着要不要离开呢？我们初学的人讲要离啊，要离分别，要离执着啊。真正离妄想分别执着，它不是离，它超越。它超越了分别不分别，这两边都超越了，超越了执着与不执着，这真的，这真正化身菩萨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真正得到无障碍的境界呀！你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障碍；你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也有障碍。人家执着就是不执着，不执着就是执着，分别就是不分别，不分别就是分别，他自在了。他确确实实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念头都不生啊，但是妄想分别执着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灵活运用，虽然灵活运用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，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执着，我们称他做法身菩萨，我们称他做诸佛如来啊，我们称他做善
知法，他善的。我们今天是知法不善啊，没这个善字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知识，那是知识上头没有善呐、啊，善还了得吗？啊，于一切法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而得大自在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得不到自在。我们今天疾苦，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通通都有过失。《地藏经》讲的时候更严重，啊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。啊，我说过失就轻了，他说的是罪业就重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里头就是夹杂着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真的是罪业。让你回不了头，回不到根源。于自信，于信德，越走越远呐、啊，越迷越深呐、啊，越陷越苦啊！啊，把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自然的。佛经上讲的“法而如是”啊。把它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，这越陷越深，越迷越重啊，造成这个现象啊。佛于大菩萨心魔当中幻想，这个现象无所有啊，毕竟空啊，不可得。真的，啊，我们在前面多次的学习到。身生活环境有生有灭，我们的灵性万事万物的法性不生不灭，如果再往深一层去观察，我们的自身万事万物法相还是不生不灭，只有缘聚缘散，确实没有生啊，科学里面讲的是物质不灭，精神不灭。
啊，为什么呢？本来不生呢，哪来的灭？所以还是大乘法，特别是圆顿大法啊，真正是解决一切问题，彻底解决，究竟解决啊！你在这个里头觉悟，在这个里头得真实的成就。啊，总的一句话，歇心大本。啊，这个心是念头，念头放下。啊，本就是诸法实相。我们讲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你就通达就明了。啊，所以经上讲，不动之福。文殊菩萨在这里教导我们的自心即是不动之佛，不动是法性，智是佛性，佛是法相，是德相。诸位想想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啊，不动之佛是真正的自己，啊，是自己的法性、佛性、法相、德相。啊，很可惜呢。凡夫不承认的，啊，如果你要是承认，你就是信解菩萨。这刚刚读过啊，信解圆满，你就是信满入位了，或者是跟你说入住了，那恭喜你了。我们一般讲呢，还是从分别执着上好说话，你好懂，你超越十法界了。你是一真法界里面初住菩萨，法心住啊！你的菩提心清净了，啊，法心住就是我们常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你完全。落实了啊，自自然然显现在你生活当中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自自然然与这20个字相应，没有一丝毫勉强啊，啊，你本来就是这样的，这是发心住的菩萨。信满入住啊，这个经上讲入位也讲得通，这个位就是圆教初住位。我们今天至少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肯定
自己是不动之。自己要尊重自己，自重自爱啊！啊，尊重自己的法性、佛性，法相、德相，自心是不动之佛，含着这四层深意啊，在哪里呢？就在心间。这一句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依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要紧的，我们自己要肯定，要承认，要常作如是观。这是真修行啊。啊，观成就是心界菩萨。啊，成的样子要知道，从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里面就显露出来了。所谓是成于中而行于外，自自然然你就行于外了。啊，你是个觉者，你是个菩萨，跟世间凡人不一样。啊，凡人自私自利，觉者无我。用《金刚经》的话来说，啊，一个真正觉悟的人，信解觉悟的人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了。啊，怎么没有了呢？知道是一体。一里头就没有分别执着了，二才有分别执着。啊，我是右手的大拇指，你是右手的小拇指，他是左手的大拇指。如果你哪一天真的明白了，啊，我们是一个身嘛，你就晓得离我他原来是自己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常常教同学冷静地观察自己身体。啊，你把心静下来，坐下来，想你自己身体。啊，我们有头，有身，有手，有足。啊，头有眼，有耳，有鼻，有舌，
啊，身里面有五脏六腑啊，手足手有十个手指，足有十个足指。你想想看，这一身啊，不同的这些器官，哪个第一呢？个个第一，平等，少哪个也不行啊。我们常常讲平等、和睦、包容、尊重，每一个器官啊，你看他是不是彼此尊重、彼此包容？相亲相爱，关怀照顾，互助合作。你从一个身体里头各个器官去观察，然后你再晓得这些的德行是自然的。你再看中国人讲的伦理八德，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你从一个器官，从各个器官，它具不具足？统统具足啊！这是心得，自然而然发而如是啊！我们能够把这些心得发扬光大，小宇宙结合大宇宙，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。啊，我们这个小宇宙在大宇宙里面，就好比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毛孔、一个细胞啊。啊，再观察啊，大宇宙跟小宇宙一样啊，也是平等的，也是和睦的，也是包容的，也是尊重的。啊，也是互助合作的，完全没有两样。从整个自然生态里面你去观察，五伦八德在哪里？变法界、虚空界啊！这种修行的方法，只做观观想啊，叫法界观呐、啊。啊，那么我教大家这个法界观容易。啊，不是华严经祖师里面讲的啊，六相十玄啊，但是我这个简简单单的观法，你要是观成之后，你再看祖师大德讲的六相十玄，无二无别。这是什么？前身不二啊！我这个前，他这个身呢？前身不二啊！前是身中之前呐、啊，身是前中之身呐、啊。啊，能入境界呀、啊，能断烦恼，能开智慧呀、啊。那么这些话都是对初学说的，初学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才能切入啊，到究竟的时候入无所入，你就真的觉悟
就真的如了。还有能如，还有所如，说老实话，你还没如。你所如的是相似法，不是真实法。相似法界是法界，四圣法界是有出有入，一真法界没有了。跟此地讲的，一切就超越了。这是善知，啊，善识。大乘教里面称为善知识，善知识的境界。啊，成就无量光，这个大光耀是无量光啊！啊，无量光彼得无量寿。啊，那这就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如来究竟果位啊，如来究竟果位，说实话也是有名无实啊。你要是分别执着，真有一个如来究竟果位，你就错了。你看看，起心论里教给我们立名自相，如来是名字，究竟果位也是名字，立名自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心缘相，你本来是如如佛啊，本来如如佛这个名字也没有，本来如如佛这个言说也没有啊，这个时候你的智、你的德、你的能便法界虚空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啊，所以你要晓得，障碍就是在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障碍了我们的自心，障碍了我们的法心。啊，分别障碍了我们的智啊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，我称为佛性。分别障碍了佛性，执着障碍了法身，障碍了德相。你见不到华藏世界，华藏就在眼前。你见不到极乐，极乐也在眼前。啊，见不到一切诸佛净土，一切诸佛净土从来没离开我们。这个意思越讲越深，但是句句都是真实法啊，虽然不是我们境界，我们在华严经里面听到了，而且听懂了啊，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了，这难得了啊！肯定自心就是不动之佛，
这一句话里头的深意你要懂。啊，不懂是发心，不懂是第一念。啊，这是第一念之体啊。智是第一念之照，照见的啊。佛是四相，一真庄严，德相啊，法相。自心、发心、佛心，德相发生是一体，是一不是二。常作如是观。我们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功夫成就啊，生十宝庄严土，对自己往生的品位真正是大幅度的提升。我在过去跟诸位介绍《无量寿经》、介绍《弥陀经》的时候，也是多次说过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，你要问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学习多久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？一般的讲啊，大概是五戒到六戒，啊，也许诸位会想到，哎呀，五戒六戒，时间是用戒来计算，太长太长了。你在《华严经》上看，菩萨入位了，这个位是原教初住，初住菩萨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，有四十二个阶级，啊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、妙觉。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呢？这佛在经上常讲三个阿僧祇劫。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般往生的人到那边去大概只要五戒到六戒，人家要三大阿僧祇劫。你去比较一下，哎呀，西方极乐世界太快了，那时间太短了，短到你自己不敢相信啊。如果你能够常作如是观，把自己的身、把自己的心跟宇宙融合成一体，你常作如是观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我相信不需要一个戒，一个戒都不需要。
为什么？你的基础太好了啊！常作如是观，应当在你没有往生之前呢，你的心量就脱开了。真正能做到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啊！我常常讲的这几个德目啊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接触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啊，我们提倡的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，这就是总纲领。啊，纲下面是目，啊，目就是我们要落实的科目。头一个是包容，啊，一切要从自己本身做起。啊，我一定要平等对待。和睦相处，给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这个要认知啊！为什么我们是一体？啊，他不能对我，他不知道事实真相；他要知道事实真相，他跟我一样。啊，他不知道宇宙是一体。啊，生佛是一体，他不知道；万法是一体，啊，我明白了。所以我对于事出事法、一切人事物啊，决定是平等对待。啊，平等是决定不起心不动念是平等，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。啊，决定是和睦相处。啊，他跟我不和，我跟他和。啊，所以一定是包容，包容本来包容，自然包容，决定尊重，啊，决定是敬爱，啊，决定是真诚，决定是信赖，啊，关怀照顾，互助合作，啊，一定是这样的嘛。这不是不要人教的吗？发尔如是啊！这是心得自然流露啊！只要你有这个认知啊，自自然然的这一些境界会现前，然后你就知道，哎，佛经上讲的，哎，自己契入了，不是有意去做。哎呀，我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做，不是的，自然的。啊，那么开头学是有意，从有意要学到自然。啊，你开头不是有意去学，那就很难到自然了。那么学的根本就是经不可不读，经不可不听，经不可不解，经不可不信。啊，经不可不依教奉行。有大力了，大好处啊！啊，这才叫二能善知法，当称大光耀。啊，最后这两句赞叹。
希望我们同学们互相勉励。现在时间到了。